我们来的时候说要学 rap， 拜托了，冰丝，拜托了，冰丝，有点像，口水都喷出来了。龚俊最近一次使用 emoji 表情包是什么？请大家演出来。哇，就是那个两个手举上去的那个，我没见过这个 emoji 啊，是吗？裂开，裂开，来来来，先哈，叫哭。虞书欣给各位女演员安利的解压方式是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？我好像整个灵魂被他掏出来了。去把这个火龙果包了，然后把蓝莓洗了，把香蕉包了，然后切片。我去准备冰。差不多了。准备一下，有点吓人这个东西。准备啊。刨冰吗？准备了，为啥吓人啊？等一下啊。